嗨，各位，又是我呀！我今天吃啥蛋？昨天我逛美团的时候，我无意中发现了这种薄皮包子，所以我马上就下单了。今天我就来吃一下这个薄皮包子，啥子味道？这是三星的。还是分的，哇！我真的太喜欢吃这种薄皮包子，还有皮是那种很韧那种，很有嚼劲。这是那个粉丝肉末的。这个特性了，这粉丝确实真的好吃。